到时收看。观众朋友，上集我们学习了横板侧身位正手挑球和横板反手挑球，以及直板横板的正手位突击下旋球。正手突击下旋球具有球速快、突然性强、有一定力量的特点，往往能直接得分或为扣杀创造机会。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直板横板的正手侧身位突击下旋球和正手扣杀技术。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侧身位突击下旋球，先看我示范。直板侧身位突击下旋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前上步，身体的侧向角度较大，引拍至身体右后下方，在来球的高点期，球拍外展面对右斜前方，前臂手腕加速向前发力击球，击球的刹那要有爆发力。好，下面我再示范一下直线。直板侧身位突击下旋直线球的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前上步，身体的侧向角度比侧身位突击斜线球要小，引拍至身体右后下方，在高点期击球，球拍面对正前方，前臂手腕加速向前发力击球。突击时身体重心不要太低，不宜发死力，用中等以上的力量即可。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一下，先练习斜线，再练习直线。好，何飞同学。稍轻点，稍轻点，中等力量。好，直线。重心稍起来一点，不要太低。好，傅雷同学，斜线。直线。好，吕涛同学。手拉的别太大，收着点。直线。好，何适同学，斜线啊。
好，不错，不错。直线，手腕固定，好，停。这是直板优秀运动员正手侧身位突击下旋球的实战应用。直板侧身位突击下旋球要注意站位、调整步伐、转体引拍要适当，身体重心不要太低，突击时不宜发死力，用中等以上的力量突然快速击打。下面示范侧身位横板正手突击下旋球。横板侧身位突击下旋斜线球的动作要领是：拍面外展，在高点期击球，动作以突然快速为宜，以爆发力打落点取胜。突击直线，横板侧身位突击下旋直线球的动作要领是：手腕和拍面稍内收，引拍拉手不要太大，仍然是在高点期突击。好，同学们练一下，靠立。重心起来一点，击球的时候。好的，好，好，直线，漂亮。好，张泽同学，拉手不要太大，高点，高点，好，上去啊。直线，交底还原。好，西西同学，打直线。这是横板优秀运动员侧身位突击下旋球的实战应用。突击下旋球要注意调整步伐，转体引拍要适当，身体重心不要太低，突击时不宜发死力，用中等以上的力量击打，动作以突然快速为宜，
以爆发力打落点取胜。现在我们学习正手扣杀，下面我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直板正手扣杀的动作要领是：左脚稍前，右脚稍后，手臂向右后方引拍，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拍面稍前倾，手臂由右后向前，借助腰髋转动的力量发力击球。好，同学们在练习时要注意，重心由右脚转到左脚的动作幅度要尽量给它稍微放大一些。那么下面请同学们练习。魏同学，向前，对，向前，对，好，下一个，换一个，稍停一下，正手扣杀球的时候手不要沉得太低，给他把手抬起来，抬高，直接向后引就可以了，然后往直接往前，往前运动。好，好，很好，肩要收住，肩要收一下，何时同学，抬起点重心，抬起点重心，站起来，好，停。正手扣杀的特点是动作较大，力量重，球速快，攻击力强，一般在对方回出半高球时运用，在比赛中正手扣杀是进攻得分的有效手段，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这项技术，请认真观摩直板优秀运动员正手扣杀的实战应用。下面示范横板正手扣杀。横板正手扣杀的动作要领同直板一样，左脚稍前，手臂向右后方引拍，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的中上部，拍面稍前倾，重心由右脚移至左脚，借助腰髋的转动，手臂由右后向前加速挥拍，发力击球。
同学们练一下，抗力。好，刚哥同学。好，继续同学。手腕不要甩，身体控制住。好。这是横板优秀运动员正手扣杀的实战应用。现在在对打。打一回头，连续拉正手，拉反手，侧身打正手，再打正手。现在我们利用乒乓球发球机进行多球的练习。发球机可以提供五条不同的线路的定点球，也可以有二分之一台、三分之二台和全台的不定点上旋球、下旋球和长短球，以及节奏变化的练习都可以达到。那么这样的话，使得练习者呢能够比较快地熟悉和掌握动作的技术的要领。平时啊，同学们练习这个杀高球这个机会不多，所以不是特别熟练。我呢想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打几下。因为虽然我已经60多岁，但是我想这项基本功可能还行，给大家打一打看看。拉开手，转腰，脚要往前插，从脚到全身都用上劲儿，找点，不要打最高点，要等它下降一点再打。好，现在呢就请同学来进行练习。合适，谢谢。合适。下面请那个何氏同学来进行练习。发点力，往前啊！发点力。观众朋友，到目前为止，我们学习了攻球技术中的快攻、快拨、快拉、挑球、突击和扣杀。作为学习以进攻为主要打法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比较全面地掌握这些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赛中获得主动和胜利。下集学习的内容是快带和分球，欢迎到时收看。